演唱会舞台上，伍佰一边弹吉他一边蹦蹦跳跳，台下观众跟着嗨翻。左边的朋友你们好，左边的朋友你们好。再一次哈，从我这边是中间哈。返场25000歌迷尖叫声连连，不仔细看还以为这是伍佰最新的演唱会，但其实主角另有其人。仔细一看，伍佰站在舞台中间，但两旁全是五月天的成员。原来这是五月天新年第一天在台中举办的演唱会。双方台上互飙吉他，热情摇滚嗨翻全场。阿信还打趣地说，伍佰老师这一来，连粉丝都变乖了。伍佰老师，不知道为什么你来了之后，他们变得比较听话。见到摇滚天王伍佰，阿信秒从天团主唱变身小粉丝，还直说要去台下跟大家一起欣赏。而伍佰虽然不改神话风格，但两大天王合体一样让粉丝在这新的一年开始嗨翻一整夜。记者廖玉志台中报道。